农民有个头疼脑热的，还得大老远跑到乡里去看病，这自然解释不了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。但这批学员中出现了一个异类，王桂珍。他在毕业后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，而是像古代游弋一样，背着药箱走村串户，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。农忙时，他就放下药箱，下地干农活。王桂珍的做法广受当地农民的欢迎，被亲切地称为“赤脚医生”。在农民朴素的观念中，下水田要赤脚，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。没人生病时，王桂珍和大家一起劳动；有人受伤生病了，王桂珍放下锄头，回家拿药箱，当场就给你治好。这样的人怎能不受欢迎？1968年，联合国至今仍在非洲推行这一。